高雄，再次的感谢呢，我们呢今年呢总共有八团。
团哦，历年来最多团的，总共有八团，来自于呢国外的。哇，我们呢高雄的姐妹是友好城市呢，哇所呢一起率团来到了高雄的，哇这些的代表团们，热情的感谢大家参与我们，加入我们，年年都要来高雄啊！出发了，出发了！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忠诚御校乐器队呢，也跟上了我们的游行的队伍。所以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起点线呢，哇，别开身边的启动仪式之后，我们看到万人体的大游行出发了，1公里呢，这样子的一个游行的路线，让我们的现场的所有有我们的市长的我们的市府团队的领军，带着我们浩浩荡荡的，哇，要来出发了，在我们的起点线。之外，还有我们的中继站，还有我们的终点线的地点表演，都竭诚的欢迎大家用最大的热情跟掌声跟我们团聚。真的哦，让我们的今天的高雄的夜晚真的很不一样。哇，我们中正女校的乐器队。包括了我们现场的朋友都非常的热情，大家呢，哇！
菠萝争先恐后的来到了我们的马路上面，要来的目睹他们的风采了。我们也请大家呢，注意的安全也留给我们这些呢采街的队伍，还有底下的要来出发的这些登车啊，多一点点的空间哦，让我们呢这个万人群的大游行可以顺利的来前进呢。感谢大家哦，我们也麻烦了在我们呢五福路上面呢，哇，在观看我们游行的朋友，请你再往后退后五步好不好？我们这些呢，哇，这个采街的队伍好好的向前迈进。因为我们今天呢，总共呢，哇，有超过40支的队伍哦，要来从我们的现在的所在的起点线呢，要来呢一路的，哇，来到我们的终点线，完成今天的万人停灯大游行哦。需要我们现场所有朋友啊，请为他们加油，也给他们呢满满满满的掌声，还有留给他们多一点点前进的空间哈，谢谢大家。美丽的队伍听到他们的声音了，高雄市树德加商队伍齐队，好漂亮的身影哦，真的是一所呢美女学校。不过呢，好多之前已经开始有很多的男生了。
的我们舞蹈班的同学哦。来，我们今天舞蹈班呢也要祭出了舞蹈演出，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哈、哦。他们年年的来参与我们的蜡人提灯大游行，年年的年创新，哇，他们的舞蹈今年呢要给大家的呢，海洋的都市高雄就用这个水岸花香献给我们现场所有所有的朋友。
来自于高雄市三姓家商舞蹈班精湛的演出。身上的舞衣呢，哇，非常非常的灿烂缤纷哦。还有呢，这个高雄的意象，哇，开春真的呢，春天哦，满意，色彩非常的缤纷。哇，这次的掌声给我们三姓家商舞蹈班的同学。前进了，前进了哈。我们呢，紧接在后的呢，也是刚才为我们带来的特别演出，非常精彩的三姓家商乐器一对。要让大家精彩再看一遍哦，有时间哦，我们用掌声把他们留下来好不好？来啦，掌声掌声啦。那我们的三姓家商，哇，除了舞蹈班的演出，紧接着就有他们呢精致招牌的三姓家商乐器一对。我们看到了1964年就成立的这支呢三姓家商乐器队，哇，是非常有历史的哈、哦。他们都是呢大约是上百名的同学来组成的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你要看他们呢精
站呢，哇，超高水准的演出。其实呢，这群同学呢，很多在就读三星家乡之前呢，从来没有过任何乐器或者是这个起舞的技巧的训练哈，所以呢，都是呢，哇，在学在学校的期间呢，才呢真正的呢投入这个乐器舞队哈。所以呢，可见呢，这个校方哦，在这个教学上面，尤其是我们的其他的教练呢，哇，都是学的有素啊。数一下，前面我们看到了有三个学校的乐器队，哎，还少一个啊！我们今天是3+1来的哦，还有一个学校，他们是来自于高雄市立高雄高级商业职业学校，他们也有一支呢，哇，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我们的现场，高雄高商乐器队。也是我们在地的学校的这支乐器队，来自于高雄高商。哇，这支呢，他们的队伍呢，其实从民国呢45年最初的成军呢，是我们校内的我们的典礼的我们的乐队哈。所以呢，在94年的转型成为了室内的管乐团，所以呢，在管乐上面的演绎上面呢，相当的杰出哦。所以我们看到了现在呢，哇，也有旗队壮大这个声势哦。经理也很开心，他们的率队来到了我们高雄万人提灯大游行的现场，也带来了精彩的演出，掌声来欢迎他们。
来自于呢我们的和泰大金空调。哇，今天的灯车好美哦，有没有看到大金宝宝跟大家挥手？哇，像玻璃似的，中国军哦。其实呢，我们的大金空调呢，响应了这个华灯头哦，我们节能减碳呢，我们呢这样子的一个节能电器，也邀请了大家呢，跟大家一起来节能，一起来爱地球。所以他们灯上呢，满满满满的这样子的一个绿意森林哦，希望带起大家跟他们一起来做环保哦，跟他们挥挥手好不好？大金宝宝，和泰大金空调，企业灯车出发了。哇，好漂亮哦！来来来，又有一个亮点来到了我们定点表演的舞台了。中华艺校，丢不丢？哇！哇，好闪好闪哦！哇，他们家的这个灯车满满的 LED 哦，我们真的不用帮他们打 spotlight 了，呵呵，他们好闪哦！哇，戏剧科来了，哇，时尚什么？工艺科、音乐科，哇！我们呢在校所有舞蹈科、美术科、多媒体动画科，哇！全校总动员，果然是我们中华艺校的特色哈！年年全校总动员呐、啊！来来来，给我们大声大声的掌声好不好？来欢迎他们！团队哈，但是呢，我们看到了能够在我们的出发的定点舞台带来精彩演出的这每一支每一支的哇，来自于呢所有的学术单位，甚至呢各个呢我们的社区，甚至呢相关单位，还有呢我们的传统寺庙，真的是大家总动员了哈。所以现场所有所有的朋友，我们大家都是在一起的，我们都同在呢2016万人提灯大游行的现场，要用我们现场满满热情的掌声，我们一起呢来做见证好不好？今天的夜晚高雄好热闹，中华艺校很热情哦。Thank you.
朋友呢，哇，即将要来出发的单位哦，他们今年呢，哇，不仅呢有特色登车加入我们，还有呢浩浩荡荡的采接队伍哦，是来自于我们的佛光山。哇，他们的采接的队伍呢走在前头，拿着他们的彩灯，而且是呢大小朋友总动员哦。佛光山每年呢都是我们高雄灯会三大灯区之一，年年的平安灯会今年赏灯呢，哇，赏到了3月8号，还有时间哦。佛光山上呢非常的热闹，今天来到了我们现场的特色的花车，有没有看到？哇，特色花车前面有一个60，对不对？哇，这个大大的60呢，是呢为了庆祝呢我们星云法师弘法60周年。后面大大的50呢，是为了庆祝佛光山开山50周年哦。热情的掌声给我们佛光山，我们采接的队伍以及我们的特色花车已经出发了。哇，紧接在后有我们中华艺校的同学们，你们真的是太热情了哈！庆元宵，庆元宵，他们也用呢哇同学的热情，舞蹈班第3太子同庆呐，中华艺校准备好了没有？中华艺校准备好了没有？中华艺校 ，Go Go Go！ 呜！哇，有没有听到呢？咚咚咚咚咚响哈！闹元宵，元宵前都算过年哈，好有过年气氛哦。有没有看到呢？我们呢在大明清品呢门口前，哇，围着我们的圆环圆形的路线上面呢，还有呢一台特色花车，是来自于我们高山寿天宫。寿天宫加五名哦，高山人都知道信仰的中心哈，我们有螺丝妈祖，对不对？哟，今天的螺丝妈祖呢，也有呢驾临我们的大会现场哈。螺丝是我们冈山呢，我们相当重要的我们的这个工业哈，所以呢妈祖公哈背了波比打雷，哇，今生就用螺丝，这些信徒们呢就打造了这个螺丝的妈祖，所以呢也邀请我们现场所有所有朋友，台湾呢高雄真的很有特色，连呢寺庙都很有看头，冈山螺丝妈祖特色登车，也掌声欢迎。所以呢，今天呢，受我们呢冈山的寿天宫罗斯妈祖莅临我们的大会，那当然呢，我们呢，哇，他们的表演团队也要献上精彩的节目哦！哇，舞蹈表演呢，冈山国小的舞蹈队热情的演出，哇，真的是代表呢冈山的孩子们哈，组队呢用舞蹈来同庆呐。其实呢，我们呢今年呢三大灯区呢，我们的冈山灯会也很有特色哦。哇，人家冈山灯会的主灯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五花八转哈，名字都报很大，有在看就对。我们的冈山灯会呢，主灯就是寿天宫，对不对？全台唯一，只有冈山才有的，我们的寺庙主灯。哇，冈山灯会呢，直接把寿天宫用了 LED 的方式呢，哇，直接让寿天宫变成冈山灯会的主灯。太有巧思了哈，真的是全台第一呀！所以呢，我们冈山人呢，今年的冈山灯会很有面子。你们看呢，我们今天呢，冈山呢，我们寿天宫的天上圣母，哇，我们的罗斯妈祖呢，想必也与有荣焉哈。他呢，今天呢，本身呢，驾临的现场，让我
们现场所有的朋友都可以一窥哈。这个呢是全世界唯一的啦哈，哇，没有用呢螺丝呢，哇，来做了这个妈祖。今天螺丝妈祖也坐着花车莅临我们的现场。比一下哈，螺丝妈祖它高有2公尺哎，哦，重达500公斤，是由25000个螺丝的垫片哦，以及呢3000个螺帽制成的哦，而且用了呢38000个螺丝的扣件哎，哦，金价就厉害哎，搭配 LED 闪闪发亮，哇，万丈光芒。就像呢我们的天上圣母的护佑一样哈，希望呢可以保佑我们冈山，保佑我们高雄，哇，大家年年平安，哇，掌声给我们冈山守护天宫的队伍以及我们螺丝妈祖的花车，我们出发了。哎，有没有看到那个我们彩铅队伍他们小朋友身上螺丝帽对不对？哦，真的，冈山寿天宫处处都是螺丝的纪念哈。哎呦呦呦！第一三太子摇起来哦！哦，我们螺丝妈祖也跟大家同乐一下哈，来掌声！哇，有螺丝。哦，还有螺丝垫片哦，大家都出动了，就够追哦。哎，现场的朋友都没有给我们掌声鼓励啦！哦，我们摇得很卖力呢，给我们掌声加油一下！呼，地方的观光哦，地方的产业呢要来进步，要来繁荣。其实呢，不单靠呢我们呢这个市府团队的相关局处的努力，其实在地方呢就有地方的势力呢，也有我们这样一个寺庙的信仰，同步的呢哦，大家都在打拼，大家都在吼来拼咱的吼哦，要来冈山呢更好的未来。所以呢，我们也给我们的冈山寿天宫，哇，这个冈山人的信仰的寺庙，我们的冈山寿天宫再次热情的掌声，也能欢迎他们年年都来参加我们万人提灯大游行，成为我们高雄灯会呢三大灯会里面呢灯区里面呢最有特色的其中一个灯会。谢谢我们冈山寿天宫。哦，来哦，这一支呢粉红军团又来了，台湾呢创价学会天使古笛队乐团。好美啊，每次看到他们呢莅临我们的万人提灯大游行呢，这个呢粉红色的魅力哈席卷我们现场。混人爱写哦，这是来自于我们台湾创价学会天使古笛队的成员呢，哇，都是小学以及他们的这个社青所，哇，组成的这一支的女子团队哦。哇，这个团队呢，哇，算下来呢，哇，大概人数有呢接近呢百人哦。而且他们团员呢是来自于呢，哇，我们云嘉南各地的哦，我们这些队员所组成的。有没有看到他们粉红色的这个队衣？有没有像是呢？哇，非常的纯真可爱的小天使。
他们希望呢，借由他们的古笛乐这样子的一个希望的乐音，哇，可以呢，成为呢抚平大家心灵，带来了真正和平的和平天使哦。所以呢，哇，吹出了这样子的美妙的音符，舞动了这么样的有活力的舞蹈，希望呢让大家感受到他们满满满满的祈福，也满满的跟大家呢用爱来呢祥和社会。一支呢粉红色的劲旅队伍，来自于我们台湾创价学会天使古笛队乐团。啊，太可爱了吼、哦！啊，都没有给我们掌声鼓励呢。哦，呵呵，全女子的一支队伍吼、哦。你看，今天呢风吹起来也是蛮冷的。你看我们呢后排的我们的什么旗队的舞者，哇，薄衣薄纱来的，哦，很冷呢，给我们掌声，掌声鼓励一下吧。哦，大家都有穿外套哦，他们呢真的是呢好单薄的舞衣哦。哎，看来那个前面的古笛的队员呢福利比较好哦，哎，有穿外套。旗队的舞者哈、哦，哇，真的呢要呢大力的挥动呢他们的这个旗帜哈、哦，也是很有热情啊。真的，我们今天呢，我们定点演出在我们万人提灯大游行的舞台上面，每一支队伍真的呢都呢哇精心的准备我们今天呢所有的表演，而且呢动员的哇几乎是呢整队的我们的队员人马来到了现场哦。真的是非常的热情的加入我们的大游行。哎呦，出发咯，掌声再给他们好不好？哇，台湾创价学会天使古笛队乐团出发了，出发了。哇，朋友啊，路来路精彩哦，在我们的出发，我们的起始点的定点表演，还有哦，来自于我们的社团法人台湾信策莲池功德会法印青少年管乐团来了。哎，真的是呢，哎，小小朋友哎，哇！但是呢，这一支呢法印青少年管乐团呢，他们很特别的呢，是我们的新移民第二代的子女们所组成的哈，所以呢都是我们这些新住民来到呢我们高雄落地生根孕育出来的第二代哈，所以呢他们的国籍上面呢哦有一半呢有人是印尼越南，还有来自于大陆柬埔寨也有，加拿大也有，所以呢他们也呢哇各自拿出了呢他们擅长的乐器，哇组成了这一支呢非常有特色的，哇，真的是联合国的哈，一支乐团，今天也来参加。